下面咱们讲玉兰花的画法。玉兰花呢是春季花卉，这个写意花鸟画里也是人们常表现的，因为它非常适合配合其他的花卉，因为它比较颜色比较单纯，而且那个树木比较高大，而且适当的配一些个颜色的花卉啊，或者其他鸟类，这个内容非常合适啊。玉兰花呢属于那个多层花瓣的花卉，它一般分三层啊，三层就是一层就三个瓣子啊，两层六瓣，三层九个瓣子啊。那个在咱们花卉里的，一般超过六个瓣子的花卉，咱们一般就不再数瓣子了啊。像茶花啊，像多瓣茶花啊，像菊花啊，牡丹啊，月季，这一般都不再数瓣啊。除了六瓣以下的啊，像水仙呐、什么那个百合一类的六瓣的，或是五瓣的啊，这么点稍微数一下瓣啊，多瓣咱就不再数了啊。玉兰花呢，它那个属于多瓣花呢，但首先呢，跟那么花和花一样，要掌握它的基本型啊。玉兰花的基本型呢，和荷花非常近似啊，所以咱们会画荷花了，基本的玉兰花了，那咱们就会了啊。它的表现方法也和荷花基本一样。这个花瓣的基本型啊，就像个汤勺的勺型的啊。像那像一个汤勺的勺形，就是只不过那个它那瓣儿那个比汤勺的瓣儿稍短一点啊。那么在画的时候呢，一般就是先画一第一层，然后再画第二，再画第三层啊。比如说咱画一个正面的哈，比如这是一个瓣子啊，这是一层啊，啊这两层啊。第三个，那么如果这算第一层花瓣啊，它是第一瓣，然后咱就画第二层啊，啊，那么这就是啊，啊第二层就是这不就是两层花瓣，然后呢再根据那个画面和那个。花型的，它就需要咱们再画第三层啊。比如我这画的，啊，那这就是这个，它等于三层花瓣哈、啊。另外，在画花苞的时候啊，也是先把两尾画起来啊。比如说哈、啊，就比如这是一个啊。这是左边一个瓣子啊，然后右边的画出一个瓣子啊，那后边就是中间的啊，啊，那么这个它这个画的基本型就画出来了啊。另外这个玉兰这个根的部分哈、啊，它形成是多层状态啊，而且那个。根儿就是有压的啊，这个咱们这个，如果咱们再仔细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玉兰花，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啊。这个花蕊呢，就是基本是呈柱状的啊，比如这个哈，就是基本是啊雌蕊啊，下边雄蕊啊，它基本就是一个柱状的啊，这是它这个花蕊哈、啊，这个。基本型呢，就是这么个情况啊。另外，这么的画说，如果画这个花的时候，就注意瓣子，因为它三层瓣子，不要画的一边多啊。另外，瓣子有大有小，有粗有近。另外，就掌握这个花型的缺口啊，这样呢就会把花型掌握住了。画花苞的时候呢，就先把两边的画出来，就是不要把两边画成一样，有一边大一边小，一边高。一般哎，这样的花那个姿态它就出来了哈。下边我也画一张看哈。画玉兰花的时候，一般的啊，人们习惯不一样啊。有一部分人呢，就先画花，就在布局先把花画起来啊。有人就是先画枝条啊。我一般就是先把枝条画起来啊。画枝条的呢，就我把这整个这个构图和那个位置，我基本就看好了。这样那个。
因为鲜化枝条呢，那么用兵上就比较主动啊。这个咱们一般呢，可以根据自己习惯，从哪儿化起都可以啊。咱们在画枝条的时候，这个咱们也要心里有数哈。就我将来我把花画在什么位置上的哈。那下步咱就开始画花了哈。这个画花呢，因为咱们上面这部分就可以画稍微大一点的哈。这个下部分就可以画稍微少一点。这样一般来说，在一幅画里头，正面的花不要太多啊。这个基本还是以花苞为主，这样就画下那个向上感觉特别强啊。这个画一个稍微正面的哈，后边可以画点花苞啊，这样它就显得多一些啊。上面再画了一部分画哈，然后我们下部分咱再画一部分啊。把这花苞基本按构图啊，把它布局布好以后哈，下边再那个进行画那个花题啊。花题的一般就是以赭石啊，用赭石稍微调墨啊。一般的一个花坛基本是两片哈。咱们在连接这个花的时候，
枝条的一般最好叫得势啊，得势就是符合它的生长规律啊。这样它就它这个长得就感觉比较自然了哈。另外呢，有一些个可以松点，别的也不见得完全都连得那么紧啊，这个松点感觉它也很好哈。不足的部分啊，这还那个花苞呢，还可以继续点哈。啊，比如这哈、啊，这个地方哈、啊，啊，这是就是那个这不足它的感觉的时候哈、啊。当枝条的那个把它补完以后，看到如果可以了啊，下一步再进行染色哈、啊。一般染色当然跟那其他那个花卉意思一样的，因为这个白色的玉兰花呢，它有很多种啊，有一种就是根是黄颜色的啊，根是黄的，有一种是淡绿颜色，有一种是。有点淡胭脂颜色啊，好多种，那么这就根据自己情况呢，换哪一种都可以啊。一般如果这么画那个稍绿一点的啊，那么真就先用草绿哈、啊，渲染这个花的外围哈、啊。把它外围把它圈一下哈，圈一下这个这样的花就进一步感觉白了哈。这个外围草绿染完以后啊，咱再用藤黄稍挑点折势啊，然后沿的从这个瓣的根部起向上渲染哈、啊，形成一种黄颜色的感觉哈、啊。一般的染就是从瓣根儿才上染就行了哈。
后红完事染完以后，然后咱们用白粉啊，用白粉从那个从上啊上下渲染，叫做黄颜色跟白颜色叫做相接啊。这么染的时候还是再一次染一半啊，这个跟其他的染白颜色的一样啊。这样它这个花的感觉是上面是白的啊，根部是黄颜色的啊。这正面的反面呢就叫纯白了啊。染白粉是注意啊，最好不要平涂啊，叫它白粉这个有深有浅啊，就是有浓部分有比较薄的部分啊，这样的白粉还显得活一些啊。
白粉这么就上完了哈，上面那个这么染的白粉干透以后再画花蕊哈，花蕊一般是用折用胭脂啊，用胭脂然后鼻尖稍蘸一点点墨哈，就形成紫红颜色哈，根据那个花的方向啊啊啊，就紫红颜色就行了哈，然后再用黄颜色，从那个蕊的根部哈，拿黄颜色在身上踢一下啊，啊，那这花蕊就点完了哈。这个根据这么画面情况呢，为了增加的春天气氛呢，咱们再用点绿颜色啊，啊，这种绿颜色。把那个枝条的走一走哈，另外的这个花的根部哈，可以点点绿哈，因为你玉兰花开始有时候它有小叶的哈，这么一般真都没画啊，所以这点一点绿颜色的就试一下哈，就增加一点那个春天的气氛哈，这样的画面效果就更好一些。玉兰花的配鸟的配什么鸟都可以，这颜色比较单纯啊。玉兰那个在春天它原是白颜色的，那个非常单纯啊。玉兰花开败以后，下边接着开就叫新仪，也叫紫玉兰啊，也叫书名叫木鼻。就它那个感觉就像咱们用的毛笔一样，那感觉特别像，所以叫木笔。新一花呢是紫颜色的啊，紫颜色的有的略略发红紫，有的发蓝紫，基本就是颜色是紫色的啊。新一那个结构呢，基本和玉兰非常相似啊，也是先花后叶啊，它先开花，花开败以后才长叶子啊。新一花呢，就是跟玉兰花区别在哪？新一花是六个瓣子啊，分两层，它不像玉兰是九个瓣子，它是六个瓣子，而且它是感觉是比较瘦啊，比较瘦，所以那个向上的感觉特别强啊。这是新一花啊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种咱们叫木棉啊，是咱们国家南方的一种花卉，也叫银杏树啊，它那个。结构感觉呢也非常近似玉兰啊，这个咱们就把这两种花卉归纳在一起了啊，基本是玉兰花卉的其他的两种呢就看看就会了啊。另外就还有一种叫广玉兰，广玉兰呢像咱们南方长江以南那个地方嘛也有哈，也叫荷花玉兰，就它那个花呢更像荷花啊，花更像比较肥比较大，另外呢它有叶子啊，就花下面有很厚的，咱们叫鸽子叶，它托着的花啊。在这个咱们国家的这花鸟界里头啊，画荷花玉兰的非常少啊，大部分画家都很少画啊，只有个别的画家画一点啊。像木棉的，咱们南方的画家画特别多，像咱们广东的这些个画家嘛，大部分都画木棉。北方画家有时画，但是你就。不是很多的啊，这么大就知道就行了。下边我想给画下那个新仪啊，新仪的画法呢和玉兰非常近似啊，但一般的还是先把那个枝条把它画出来啊，这样呢就是在真正的构图就比较主动啊。
把大的结构把构图把它那个把它布置好，下边就可以画花哈。这个新叶花它的紫颜色，一般咱们就是有那么两种画法哈，一种就是用那个胭脂跟花青来挑啊，或是那个用曙红跟花青挑都可以啊。另外你也可以用那个胭脂和曙红挑透青也行，是吧？这两种方法真可以啊，根据自己喜欢嘛。如果你喜欢蓝一点紫，这蓝色多一点啊，希望红的就是红颜色多一点，这都可以，只是它的色相紫颜色就可以了啊。下面再用那个曙红啊，曙红或是曙红挑点胭脂啊，这都可以啊。正面的花瓣呢，就颜色稍微深一点啊，里边的花瓣呢稍微浅一点啊。在下面画啊，花瓣的瓣形呢，基本和玉兰非常近似啊。然后呢，鼻尖再蘸水好，画里边的花瓣浅色的哈。它那个花苞呢，就是基本就是呈尖状的哈，而且这个新叶那个花苞的特别明显啊，就像一只猫咪的感觉哈。下面再用赭石啊画那个画花萼，这个花萼呢和那个玉兰非常近似，咱们一般就用赭石挑墨就可以了哈。把那个花萼画好以后哈、要在下部分，就是咱把那个枝条的啊没有接上，咱把它接上啊。补足的部分啊，再补足一下啊。
那个新的花苞跟玉兰也一样，也有的那个毛毛刺儿啊，咱这个画是可画可不画啊，新叶咱就画到这儿啊。咱下边说木棉，木棉那个这个结构呢和和玉兰和新叶有些近似啊，只不过是木棉呢是五瓣花卉啊，而且那个花呢比较肥大啊，这个和那个玉兰有点区别啊。这个咱们的画法非常近似啊，咱画的时候是花是以朱标挑胭脂啊，朱红颜色的，而且比较肥大啊，这个怎么画着那个枝条的也比较粗一些啊，咱们画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家注意就行了啊。下边我再给你画一下那个画法步骤呢，咱还是那个先画枝条的啊，先画枝条比较主动啊。枝条的画好，下边就开始画花哈。那个木棉花的颜色基本是以朱标挑胭脂就可以了，朱红颜色的哈。把朱标挑在那个鼻的下部分啊，然后鼻尖咱再挑胭脂。啊，它基本是五瓣的哈。瓣儿也是尖一些哈，反瓣的你可以颜色略浅一点啊。然后花苞呢就是那个胭脂多一点啊，就得颜色稍浓一点啊。花好好以后呢，那家伙咱们的画花蛾啊，花蛾也是用赭石挑墨就行了啊。它的花蛾呢比较肥大啊，这跟那个玉兰呢跟新叶有点区别啊。玉兰和新叶呢它基本是偏瘦长的啊，那么这木棉呢它基本就是很短的啊，而且比较肥一些啊。这个花色跟那个有所区别哈。然后咱再用墨啊，把那个没有接上的，把它接一下哈。
木棉的花蕊呢，基本它就是黑颜色的啊。一般咱的花蕊都用春末花就行了。而且它这个花蕊哈，呈圆形状的哈。木棉呢，基本那个木棉的画法呢，就是这么样画哈。然后这个画完以后，真的根据这个画面效果，真适当的调整一下，和哪儿不完整的哈。木棉的那个枝条子呢，稍微粗大一些啊，它不像那个像不像玉兰跟信义啊，咱们画似的，就是，把它画的稍粗壮一些了。因为这个木棉呢，它是一个很高大的树啊，这个而且花开的时候呢，颜色非常鲜啊，非常好看，特明显啊。木棉那基本就这么画啊。下边咱们自己如果看看，如果到广东呢，亲自去看一看啊，或者看看其他人怎么画法的，这个方法很快就能掌握啊。那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。